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没有古城，我们往里面走一走看看。你看古城很短，往这里看这里。手机没电了。走走，哎，这里面进去，这些进去看看。啊，走那边，走那边，对。走这里也可以啊，对啊，这些就是他们古老的房子啊。小弟弟，哎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这边走不到大街上。这边走不到大街。这边走不到大街上。哪边啊？
走这大街干嘛？这没路了。那边不知道，看一看啦、啊。我们看一看啦、啊，就是没有大路、啊，没有大路，我们就走一走，在这里面看看他们古城里面的东西嘛。这个就是古城嘛，这个拍出来很好看。一样的，都是。没有了，你走一下，走一下这里看看啦、啊，走一下这里看看。没东西。你走一下，这个都一路的，反正这里没有路，你走。到时候拍出来这里很好看的、啊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。走走前面。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社区服务站。啊，是他们家。家都是地毯。房子出租肯定是，像四合院一样。回头走路，不可能的。奇妙，怎么会？你看这里好怪啊。你看，你看这里，你看那里，你看那里，你看那里，干嘛？不知道，捡的。你把它搞好吧。哦、哎啊，你给那个什么？哎，我刚刚不是给了你那个什么吗？就是你那个那个什么叫，就是乞丐啊那些啊。他干嘛不是100块钱的？商店，
小刚子也是人得到很多钱。所以你现在吃饭你走去哪了吗？哎，那个怪户人家，你就出去了。你看那里不是大马路了吗？这里不就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吗？嗯，